to kill。就能补得上两或者三个人的错误，因为你也犯错的话，也就是给你自己啊更难上分的一个那个什么负担，又给自己增加负担。大熊姐姐应该是和这个礼拜一起的。好吧，一个胸大，一个玩李白，让他们玩去。我方挑选英雄。你们先选，我补位。CPDD 选择你的英雄。啊，法师啊，对，法师没出格。马上去墨子吧，要多点空呀！好久没玩墨子了，好久好久没玩。还剩五秒，这个装备要换一下。豁达！Oh fuck， 没有皮肤的墨子，垃圾墨子。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妈妈咪，你上班之前不去睡一个觉啊？今天礼拜一了。猥琐发育，别浪。为了永久和平，偶尔的战斗是必要的。我两层护盾呢，你怎么反我？丢完了吧，丢完轮到我了。喂，你他妈的蹭兵线丢 LMO， 你想法很多，啥意思？他想法很多。哦，老夫子死了一次，难怪被戳了。我来抓人了，死吧孩子。还有这里有一只，来啊，小心草丛。我不用小心，保持敬老的美德。
死，过来帮我顶两下防御塔，对吧，把他打进去防御塔，哦嘿嘿，你快死嘞，太吵了，需要一点和平，好危险了，我在这里，我有护盾，为了永久的和平，偶尔战争是必要的，请求集合，哦还有人救他 fuck good， 很好，保护我方输出，看到了，开始撤退，是自我毁灭，呵呵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， 看得漂亮，发起进攻， I know， 看得很漂亮，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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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喂喂喂喂喂，你要复活，你来，你敢复活，我追你九条街，算了算了，不追了，诸葛来了，不追了，放你一马，干嘛？我有护盾，哎呀，哇，这个护盾刚刚消失，我还有护盾，小心草丛，你已经没大了，朋友。没得集合，真的没办法。开始撤退。哎呀，完了，慢了。能怼死他吗？怼不死。是敬老的美德，能让你们避免被点掉。干得漂亮，太牛了，拜拜，冲，愚蠢的人类，单给我稳稳的，操！诸葛都给我打爆。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吃点被动好不好？喂喂喂，这个人要死了！哎呦喂，过去帮忙。好吧。我中塔，我不想打，我不想倒中塔而已。你想法有点多，他说。哇，他还死光导流，又死光导流。我拿 buff， 谢谢。嗯，这个沉默没用了。清理兵线。哎，我这局干嘛拿墨子出来玩？哈哈，直接死了他。闪现一技能啊，不，闪现普攻，见过吗？墨子。闪
闪现普攻。太吵了，需要一点和平。而不是闪现大招，闪现普攻，两个直接一起爆。嘿嘿，中了中了，我就知道他要过来。清理兵线。干嘛？我有护盾。我有，不错，我有还有护盾。开始撤退。嗯，算了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就算了，还是给你盯一下哈，预防万一。三个人，哎呀呀呀呀，走错路。拜拜。哦，还能控。等等，我还能控。哎呀，我丢这个车。哎。稳住，我还能控。拜拜。哦。你好，他死了。哈哈，只站在那边不动。那个顺兵也是不受伤。死。等等啊，我帽子已经出了吧，是吧？来来来，再给我多点 CD。现在是30%，应该对对对，没错，30%，我要到40%。我告诉你们，40 CD 是多恐怖。那些还有前几天还有个83星的人跟我说墨子不用出备，呵呵，我真的是笑。啊不，不用高 CD。我真的想笑。这个狼狗跟着墨子的话，简直就是啊！国服亚瑟王，太吵了！你好玩，你们都是国服的吗？我什么都不是。我不进去，算了。没有啊，有些人觉得啊，我自己83星了，我啥都懂了。因为他从来都没玩过墨子的人去说墨子应该怎么出装哦，我真的是醉了。你不会就不会啊，不要说会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就不会啊，没事的呀。你为了爱面子，然后告诉别人你会那个，真的不是很欣赏。
好久没玩过墨子，真的好久没玩过。诸葛 MVP 啊，打五个很简单，代练啊，这样的名字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点一波订阅吧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